国语有声善书。一尺拱横唐善书，现时报绿条，主著仙佛为诸天神圣。玉鼎真人祥，案由在桃园地区有一越南国远嫁台湾之女子，其夫甚为疼惜，育有二子一女，可谓家庭美满，夫妻恩爱，甚至公婆甚加疼爱，不以外籍女子而有轻视或虐待，并且细心教导台湾礼节及料理，使得此一女子虽身在异国外地，时已融入当地国情民俗。说明缘何此一女子得以在此道德渐受物质文明扭曲，夫妻之道虽未荡然无存，实已虚据其行而已。因此女在其国内本系贫家女，虽然白净清秀，但绝非美丽，若仅以貌取人，未必上选，但其心地良善，在其国家人民所得，尚属低下而困苦，故并无多读书。未及成年，即以佣工赚取微薄薪资赖以糊口，并且悉数交与父母负担家计，尤要栽培弟弟上进高等学校，自身不舍花费分毫，举凡有柴邀约，大多婉拒，因此甚少知新朋友，几至遭受排挤。但其不以为念，更因心地良善，曾有数次力能所及，绝无推诿帮助他人，点点滴滴累积孝善，因而福德日增，故有司和与福报促转缘机，乃在一次相亲机会中得金夫所欢喜，进而永结连理，尚得圆满家庭。注解：众生切勿以为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天经地义，但实践过程中可谓多有挚爱，犹如本章之女，能舍自身所欲，善孝父母，有爱弟弟，人师有柴，在军事随处可见，但横行实践有几人？甚愿众生不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老生常谈而轻忽，若能由小善而积累成鸿福之日，亦未可知，滴水可穿石，若恒持不断，小善绝对是福德。林则徐夫子将，案由在台湾中部有一男子，仅四十余岁，不足五十之年，却已身罹一种免疫系统病变之罕见且属无可治愈之病症，而且此病缠身业已二十年有余，虽未致命，但常年药食以及身体因治疗而起变化，虽是未及致命，但脱模可知。说明此一男子发病已在二十几岁之后，换言之，即是在台江律法所明定男子需服兵役为义务，待其服完兵役后再过一段时日始发病，因而不但需接受严苛军事教育及服役，更要短暂失去自由。缘何此男子有此病变，仍要有累世说起。此人宿世中曾有二世为庙祝，因此上属积有福慧，因而此世虽然出生乡下，但其家中仍有多笔田地，并且兄姐多以自立成家立业，因而由其继承家产田地，视为福报。但其在服役之前，即已北上大都市，而与甚多不良分子伙同以诈骗，彼时甚风行所谓金光党，不但诈骗，甚至用药迷昏而洗劫财物。进入军伍，仍未与此被切断关系，直至退伍，仍然以此为业。其造作恶业有三件，几致被害人家破人亡。是已故，福报有德，罪业已达失成标准，因而就在退伍不久，身体力气病变，此一免疫系统之病症显现，乃弃至今均受药食病魔。注解：恶疾缠身，在往昔必有铸成之恶业因果，但此男子并非由宿恶所铸成，反之宿世于今生，尚称积有福慧。然则年纪轻轻不寻正途，乃积造恶孽，不但宿世福慧今生难享，更因现世报之天律，乃招致恶疾缠扰。甚愿众生阅此篇后，能油然惊醒，且莫以为恶报乃前世，甚至宿世所造，今生难逃。阅此篇即知，其人若非今生新造恶业，则其福报可期。一、坚持行善，孝顺父母，有爱弟妹，一定未来有大福报的。二、诈骗，或称金光党，不但诈骗，甚至用药迷昏而洗劫财物的人，一定会有现世报。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先祖，妙语神奇，有缘魂，动物魂，自己与亲友至昊天子寿灵修院或无极正道院正果回天，更希望能证入弥勒净土。
三七末节，世人造恶多端，天地间已累积太多怨气，天上诸天仙佛屡屡下凡劝化众生，无奈众生太多不信因果报应，所以把因果讨报速度调整，改为现世报应，望大家把握时光修行，未来灾劫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把握机会超拔先祖庙宇神明，有缘亡魂与游魂地基主，甚至为自己与亲朋好友生前住籍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或昊天子寿灵修院，未来往生后可以去修行。因为太多人过大愚公，这样绝对无法回天的。您有把握三关九口可以过关吗？您在世会发脾气吗？会好美色吗？会不说谎吗？甚至望大家都改成吃素，断掉与众生之冤报，这世界就会更和平，恢复以前无灾无难的世界。希望大家一起吃素修行救地球，希望大家能早日吃素修行，多行善，多放生，多念佛礼拜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义赤拱恒堂有唯心宗弥勒道场、千佛墙、五度母转经轮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义赤拱恒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